他们解决禽流感最快的方式就是让李慧仁不要讲话，大概在某一年的耶诞节了哈，然后我寄了3只死鸡给官员，所以后来他们就想说立了这个李慧仁条款，说以后如果有谁自己去捡死鸡来化验，又公布结果要罚200万，过了。拍片拍到会被立一个条款，真的好像也是与有荣焉呐、啊。